那这次我们选相信他吧。这个阿郎太容易被小红帽看穿了吧。前几次选项教会我，有时候要选相信别人，要不然就会有坏结局。Thank you.
所以说，魔物装成了小红帽的奶奶吗？这就是追妻火葬场，所以说不能撒谎，要不然女朋友跟了魔物跑了。这只魔物还挺废，感觉它是一只工具魔物，为的是让男女主角在一起。看来这个年头当魔物也不容易。你俩就别打情骂俏了，我还没有戴墨镜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男女主角相恋的故事吗？看来，多相信别人就能获得男朋友一指。那么，我们去看看最后一个的结局吧。